现在插播一则双十一特殊天气预报。据安踏第1111号气象台下午6点发布，今夜到明天凌晨，降满，预计凌晨后将转为大到爆响。明天白天受安踏买买买气流影响，将转为超级想买。预计此类天气将持续到双十一结束。不说了，我要去买了。你呢？预计凌晨后将转为大到想买。哎，我说错了，大到爆响。未来几天，龙珠超龟派。龙珠超龟派气旋。